计怎么样？帅。嗯。No。还挺聪明，很乖。我觉得跟马的那几套我都挺喜欢，然后没有想到他们会牵一匹马来，然后拍这个整个这个 look， 我觉得特别精心的准备了。因为我们拍戏经常会跟马相处在一起，相对于拍戏来说，拍照还是比较简单。而且我们今天这匹马很好看，然后又很乖，很温顺。挺惊讶的，其实没有想到会收到这个礼物。那就是说出你真实的身高体重，一定要真实的。身高180，体重70公斤吧。你最胖的时候是多少斤？